浑身毒瘴，一旦展开根本不能接近。长楚兰竟然有这样的速度，魏道长，这次我一定不会下去了。唐文龙，你一定要打败张楚岚，不能便宜了这个无耻之徒啊！哈哈哈哈啊！别黑了，没听说过一句话叫黑到深处自然粉吗？咋，唐大哥？不用套近乎了，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比赛，是为了废掉你。大哥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咱俩这是第一次见吧？你爷爷张怀玉在四姑娘山杀了我们唐门七个人，连我师叔杨烈在内都死在他手里，这笔账得你来还。唐大哥，这个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你又何必在这里争强好胜、咄咄逼人呢？比赛开始，浑身毒瘴，一旦展开根本不能接近。张楚岚竟然有这样的速度！唐文龙选手的遍体毒瘴也施展了出来。张楚岚想要再次近身攻击的话，一定会中毒的。张楚岚身边亮起了无数雷电弧，同时射向了唐文龙。唐文龙被这些电弧的什么缠绕，所有电弧击中了唐文龙，他开始冒黑烟了。张楚岚竟然可以不近身远程操控这些电弧，难以置信，张楚岚选手简直是脱胎换骨了，瞬间就击败了唐文龙啊！唐文龙选手输在了轻敌啊，而张楚岚却做足了功课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粉了吗？不可能粉，他明明是个无耻之徒，他怎？这次真心的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无耻。但你弄混了一个概念，无耻并不代表无能。我输了。张楚岚，对，唐文龙，胜者，张楚岚。老张老田，看看你们灵玉跟我们家玲珑多般配啊。哈陆玲珑对张灵玉，张灵玉胜。